才48岁，有两个小孩，家之幸福。
关心我，要么请客都不要，就是死了。哇，你的这个重生了，就是这个最的最快乐的幸福的。谢谢了，谢谢。但是他一直有跟我打电话。哦，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有说有把门关起来，对。那今年会回来？没有。哇，新高照，妈呀，就聊了，就聊了。妈祖娘，对，妈祖娘，终于到了我们这只阳光舞台，真是叫妈祖娘，好有福报呀！这是运气，是的，当然不是运气，没有，这是福星，福星大来就什么都是好。妈祖娘，姑娘，你看你们不是。下雨下了好多天，我们好像天气所以我们应该要跟在老师后面，对，要去哪里？对，就跟着老师去，对，坐车也安全，坐飞机也安全，也好，对，体态也好，是体态，没有能力带团了，要人家伺候，你只要挂个字就可以。对，要人伺候。老师上飞机，我们上飞机；老师坐船，我们就坐船。你们组团吗？我来加入。哎，我们真的一定组要先去哪里？真的应该。我跟你讲，这次陈庸好，他就台大经济系50周年，陈庸好，他们就去厦门。对，陈庸好是全我那王宝慧的二哥，就是跟他同班同学，招待全部的包下来，新闻就报道了，78个人，他全程。哎呀，我们文化的校友很多很有钱耶，是都很有钱的招待。然后我跟我媳妇两个就在吵架，他说他一共几口，我们想要台湾的钱，很有钱的，就是做老师啊。可以拿黑道，出色的很好嘛，你老板帅嘛，跟进步好嘛，我们变变，这个是恶意的，恶意的礼物，这不可。对呀，我就说，建筑有钱，建筑都没有房，我又天天当道人嘛，你拿去他的家里面对你的同学好，对你另，你知道你有情有义嘛，我也赞成你是有情有义，对，你都是很有名的建筑师，所以我也就不想跟他吵。做那个小，我就说，请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，是个大建筑建筑系的，很有钱，说我赚的没钱，建筑系的很有钱，真的。哎，大宝，健康啊！我现在比较瘦一点，这样比较对哈。你那一阵子，小时候瘦一点，对，他们都没有好表现，那是水肿，他其实没有在瘦。我也有选择，就是当时的回来讲，是拿欠款的吗？欠的钱都不讲。虾松的或者虾松干，蛋面是知道的，蛋面好像什么？没
没有那么高啊，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那么高，两个一个就相弟，相弟一个就好。没有没有两个啦，因为只是他们两个，这个不会要的啦，这个他不方便啦，不方便。你看呢？你们家有人想把要的吗？好呀好，妈妈她不吃素嘛，真的会吃素。对呀，不吃素没有，反正都面蒸啦，加烧那个有那个蒸，大米奶上的好了。手熟熟的，小人给打喝一点汤啊，这个打这个的，好好好，然后你这样吃饱我吃这个打的。Si può morir, si può morir.